白病既由痰作祟，头晕是痰，心悸是痰，腿疼还是痰，三个中成方化一身痰饮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内科刘大夫。现在啊，痰湿体质的人呢、特别多，男人喝酒喝生冷饮料，女性呢为了减肥只喝奶，吃点水果蔬菜，结果呢就会造成啊脾胃越来越虚，而脾虚之后津液停去，就会啊化为痰饮，痰饮又会随着身体的气机升降到处流走，流到哪里哪里就会生病。比如说痰饮向上流到心，表现出来就是头晕、心慌、心悸、胸闷、咳嗽、痰多，流到中焦脾胃呢，就会导致胃食和降，便会引起恶心呕吐。如果向下流到我们的四肢关节了，腰疼、腿疼、四肢麻木的情况就会随之出现。严重这样，当然痰湿和淤血交在一起，还会形成结节、囊肿、肌瘤等等。所以说头晕是痰，心悸是痰，腿疼还是痰，这样证明了百病皆由痰作祟这句古话。那该如何去除痰湿呢？分享三个中成药，教你化一身痰饮。首先，如果你是以头晕为主，痰浊之气阻碍了清阳的上升，导致水谷精微无法涵养我们的头部，结果导致头晕目眩。这个时候可以参考一个眩晕宁片，里面不仅有泽泻、白术、茯苓、半夏，能够健脾利湿、燥湿化痰，解决痰湿的根源，更有女贞子、旱莲草、菊花、牛膝、滋肾平肝，对于痰湿中阻、肝肾不足引起的头昏头晕，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。第二，如果你是以心悸为主，那我们呢可以参考一个小青龙颗粒。小青龙是化阴的名方，尤其是当汗阴临心犯肺的时候，不仅容易出现胸闷、心慌、心悸，还往往伴有咳喘的现象，经常咳嗽、吐痰，痰量多，而且痰发白。这个时候可以参考小青龙颗粒，里面有麻黄、熏肺平喘、干姜、细辛，温化的力量是相当的强，是去除水湿痰饮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方。第三，如果你说我是痰饮流到了四肢关节，经常腿疼，可以参考一个疼枢片，活血化瘀，舒筋活络，化瘀散结，可以很好的缓解因为痰湿阻滞经络所引起的各种疼痛问题，腰疼、腿疼、关节疼等等。那么以上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些内容，如果你经常感觉有头晕、心悸、腿疼，看一下舌苔呢是又厚又腻，这个时候便可以考虑从祛痰湿入手。分享的三个中成药，大家不妨可以做个参考。